看一下，在上方的是周西西，下方的是英菲。保不齐他换英雄，就是飞碟去的英雄。这毕竟是从在大版本改动之前的话，应该是一张偏叠血的地图。改动之后，长时间 KOG 之后啊，现在也叠血有回头的趋势，趋势。叠血，想了一想，还是把杂技收起来。那这个图我们就好好的讲呢，就是至少有一个火圈的模式。火圈加上单船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战术。当然，毕竟伊菲也是防的比较好的选手之一。哎，还好，这要是稍微站得近一点，这个野怪是可以自杀的，就给这个怪套一个电盾，然后把自己烫死。四级加三，好，周西过来看一下，确认一下你的情况是什么。但是在这种情况，人族肯定是升本打，反正开矿就是给DH机会。DH反正说我憋着一股劲儿，现在一看就算了啊，算了，对吧？把魔法就升个 mana bomb 算了。刚才一看啊，反正你现在也不太可能开矿。力量加三，你打到现在这个装备，对大法师来说是不错的。好，那么这边哎，这个要追死的回城，上一把这个惨剧，这一把差点又重演了。这个日子是有点难过。那这样又丢点了。这个情况对于目前的这个形势来说，一旦丢了点，那么人族就可以倒三。就算大法师没有魔法放技能，你不能给大法师休整的时间啊！一休整，大法师下一波就是带着血盟过来打你。你来抽吧，这给你抽啊。其实抽大法现在这个阶段也比较耗精灵的水，等于说下一会儿喝水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回蓝这个问题。那家精灵先出，要在中间等他的二本科技可能还没有好，或者说他要出 MK 了。这波是有顶盾的，大法师是挨了一顿打，
好了，也买出那家，这边没有第一时间编队，也要点技能，也要开兵舰。那家绕一下，现在这边的话是在两头拉锯啊。还要点，但是这一波步兵过来，大法师有一个水人，这个水人是不是要爆掉啊？这是两级水啊！啊，他直接退了。大法师甚至还能溜，因为他有鞋。好，周琦是喝了一波水，甚至他现在这时候，哎，周琦这两个精灵是尬住了。这你要是再被叠两个精灵，那这接下来三门好了，你一会儿也要缺木的，这个也要死，又是一个。他现在已经缺木了，装在两棵树放下去已经有点紧。敏叔啊，这个指环怎么这么多，这个指环可太多了，不过这波周琦 AC 很多，这波 AC 有点猛啊，现在这个时候。好，这里不贪，不能贪，一贪就没了。女巫枪兵都在出的路上，好，这样的话家里面是买了一个高达，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且一会儿打团还可以把高达拖上来打架，手动给叠具上了第一个减速，而且这边是双减速没有回城，第二个减速给了那家，那么叠具那家至少死一个，这个那家看起来是活不长了。哎，他没有继续追，因为选择把对方这种兵力全部都蚕食掉，然后把这个点拿下来，因为对方家里面其实是没有水的，这时候他必须买月石，而且如果后面能接上来一波兵啊，应该是可以推进去的。 AC 反正是不能回家了，月石已经买了，返老还童已经有了，但是没有第一时间套，可能也算是个伏笔，这里过来抢群补。把输出装全给了那家，大法师很喜欢这个那家。好，水人先放出来，减速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这个回来效率应该可以当做两个啊，回来效率可以当成两个，但是被爆了就不一定了，没爆到。好，法老皇都拖到那家身上了，啊，正好气啊，这拖到那家身上，本来是个半血的，啊，直接被对方法老皇都利用起来了，这破法身上魔法不够啊，够了，再偷。哎，没偷这个，它应该是自动的，这个应该是自动的。自动施法的话，就有这个问题。如果是偷返老还童的话，可能收益更高一些。群母已经点掉了，女巫刚才有点少啊，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而且这个女巫好像是有一个是把自动关掉了，这是她唯一的一个。
其他的应该是自动，就这个应该是手动。吹了一点魔法，这现在还有魔法，好，又把魔法放掉，看有没有新的道具，再摆一张群谱。这波熊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，不过这边看着减速没有，恶魔烈水不敢上了，那家输出很高啊，哇，密斯了一下，如果不密斯，我感觉大法师和那家的骑射应该是会把这敌军带走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时候英雄敲商店的收益可能会比塔高啊，因为塔不一定用得上，不一定变得好，商店造完就有用。三级大家伤害起来了，现在这时候叠去也有点顶不住了，本身就顶不住，现在这时候大家一三级，然后现在这时候家也不能回，火枪倒一个，但现在这个时候大法师杀不掉，一丝丝啊，没点到，哇，那恶魔烈士反而死了。